赶紧参与我们的微信摇摇活动，观看节目期间打开微信进入摇电视参与互动，享受金购票赢得电红包。歌手出道的当红小生张艺兴近年来在影视领域突破不小，从功夫瑜伽到建军大业，张艺兴让观众看到了他塑造角色的多种可能性。昨天在京参加活动时，他表示这一路走来要感谢帮助过他的很多人。昨天的活动上，张艺兴佩戴眼镜，身着白衬衫，干净又斯文，谈及近两年自己在角色塑造方面的成长。张艺兴不禁要感谢帮助过他的人，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不管是我的导师也好，以及男人帮哥哥也好，还有 每一个帮助我的前辈也好，因为有他们才会让张艺兴慢慢成长嘛。除了感恩业内前辈，在自己成长的路上，张艺兴也一直懂得感恩家人。孝顺的他此番新专辑还带上了姥姥姥爷一起拍摄 MV。 可能第一次带老人家去出国，我其实还蛮担心两位老人家因为长途跋涉会身体吃不消，我其实也很大心理压力啊，那个时候。但是就是还是两位老人家蛮开心的，就还蛮开心的。对，眼下中秋节将至，暖心的张艺兴不忘感恩支持他的观众和影迷。祝各位尊敬的观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，记得吃月饼啊，阖家欢乐，然后阖家团圆，然后家庭幸福美满健康。